一群房屋修缮的专业师傅，无偿的协助独居长辈及弱势家庭的房屋修缮。在大家眼中，他们只是做工的人，但对被帮助的屋主，他们却犹如天使，让残破的家可以遮风及避雨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这群志工英雄来自台南做工行善团。台南做工行善团参与的志工们，他们用汗水擦拭了独居长辈及弱势家庭的泪水，他们的无私付出让人感动，给人温暖。在台南做工行善团的修缮现场，没有工地的争吵与抱怨，只有用心专业的思考与丈量，设计每个爱的角落，只有共同携手施作的伴侣，铺设每寸甜蜜的地砖，只有专业技术传承的父子，灌溉善心服务的爱苗，像是一幅充满爱的画，又像是爱的音符，温暖你我的心。偶有意见的讨论声，犹如感人的歌词，快乐施工的声音是那么世切的伴奏。每一位专业志工不求回报的付出，让每一间修缮后的房舍处处充满了爱与关怀，黝黑的皮肤与汗水更谱出动人的旋律。台南做工行善团的志工英雄架构出台南上水的风景，希望能让城市广播网 FM97.1 台南之音让爱散播，让爱飞翔。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，锁定城市广播网 FM97.1 台南之音，准时收听做工人的爱。也可以上城市广播网 App、YouTube、Podcast 等平台，也可以连结收听哦。欢迎一起收听《做工人的爱》。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。